先。嗯。然后这样子就好了。教你。因为东西这样子。不能有渣在里面。对啊。教的打法有技巧吗？打多点就是。多点什么？嗯。贴的先弄平。贴到什么样程度才算贴好？差不多了，这样啊。这样差不多。有。要平整，可不可以从中间这样子弄啊？不能弄是吧？嗯，就弄两边就好了，弄胶两边。只弄两边，不能弄中间。你是弄中间的话，可能胶就会到边上去了。那个水跑出来。里面不是有水吗？可以了，是不是差不多是吗？可以了。